为什么 VSS 不能装瞄准镜？ VSS 作为一把射手步枪竟然不能装瞄准镜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其实背后有三个原因。一，它自带专属瞄准镜。其他射手步枪为什么能装瞄准镜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瞄准镜啊。没有当然可以装了，可 VSS 是自带四倍镜的，有瞄准镜了，而且是焊在上面的，当然装不了其他的瞄准镜了。而且这一点也非常符合原型枪，因为 VSS 的原型就是自带特制的四倍镜。二，避免玩家乱装瞄准镜。 VSS 这把枪和其他射手步枪不一样，其他射手步枪的子弹出速都超快，最慢的是 MK12 的750米每秒，其他的都是909米每秒和1111米每秒，可是 VSS 才333米每秒。子弹出速慢意味着打不了远战，弹道下坠很严重。而且射手步枪能装所有的瞄准镜，如果能装其他瞄准镜，很多人就会选择错误的瞄准镜，所以这也是为了玩家着想。三，为了有特色，官方上线的每一把枪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像最近新出的枪都是 AE12G 是自带全自动的霰弹枪，巴马斯是有全自动三连发的步枪等等等等，所以 VSS 不能装瞄准镜，自带四倍镜就是它的特色。